七夕，听说西南室友是网红哎。哦，那什么时候来？就现在。你好，我是美美，她是西西，以后我们可以臭土包。这是谁的床？我的。以后这张床就是我的了。为什么？不睡窗边，怎么受得了你们俩的穷酸味儿啊？还要跟你们俩生活在一起，真没劲。宝宝们，我刚刚做了芥末饼干，还有整整一杯的柠檬汁。想看我整蛊室友的话，礼物快刷起来哦！妹妹，这个饼干特别好吃，给你一个。谢谢你。啊，水！给你水。妹妹，没事吧？谢谢小杨哥哥的火箭。宝宝们，快点个关注，下次带你们看更猛的。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。露露，已经很晚了，星星都睡了，要不明天播吧。宝宝们，对不起啊，我以后可能晚上不能跟你们直播了，我室友说我太吵了。美美，对不起啊。你看这怎么回事？你的电话和地址怎么都被人肉出来了？怎么回事？喂？想看我整蛊室友的话，礼物快刷起来哦！你的电话和地址怎么都被人肉出来了？怎么了？害怕了？被人霸凌的滋味怎么样？你当初欺负我妹妹的时候，可没这么怂啊！怎么还敢靠近肖战学长吗？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那你的意思是肖战学长主动靠近你一个丑八怪？不是不是，我真的没有。他勾引我男神就该被教训。美美，你疯了吗？他心里早就病态了。你们凭什么评价我？你们这样趾高气扬，不就是因为自己是城里人吗？还有那个小小，凭什么就他可以站在肖战旁边，而我连靠近的机会都没有？美美，你是被激动蒙蔽了，其实你是个很好的女孩啊。那时我摔断了胳膊，不还是你一直陪在我身边吗？去给小小道歉吧，咱们重新来过。